算快的，反应没那么快。入境的几乎都是那些有幽默感的安卓系统的男孩，我也觉得就很难。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衣着干净较普。这个我也挺喜欢，就是外表看起来干干净净的啊，然后不会穿那种前方有监控，对，隐身手将颜色搭配不会超过三种，然后背着一个那种双肩包啊之类的，为什么要背双肩包？因为单肩就很娘啊，提个手拎包不行吗？也是有点啊，你不觉得吗？好吧。就是一般的电视剧里头是这种这样镜头都会这样描写一个特别干净利落的男生，就是一身小西装啊，西装领带，大锃亮的大皮鞋，就是可能女孩的眼睛里都会一下子亮了起来，这个芳心就会萌动了。没错了，就是怎么说，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人，只要他的穿。